天王莱芜会有一场演唱会，然后今年下半年开始，一直持续到明年的年底，所以会持续一年半。我尽量跑到所有城市，我不知道到成都的时候是开馆还是开场。这里是不是讲授诅咒？请问你岛是不是广东广州？你来你不离海南还好？这里是不是衢州？是不是南宁？是不是广东佛山？你是不是南充？在南京见到你。是不是济南？你是不是郑州？这里是连云港，请问这里是不是呼波呼喊？这黑龙江哈尔滨？这里是不是上海？请问这里是不是山西西安？这里是不是山东青岛嘞？请问这里是不是湖南衡阳？请问这块可是安徽合肥？请问这道全是广东省长？一人之权，昌盛之地。什么事没叫？请问这里是不是甘肃兰州？谁来？谁不谁？贵州遵义。请问这旮旯是不是辽宁沈阳？我但凡身体能扛过去，我一定扛过去了。请问这里是哪福建福州？兰州。请问这里可是安徽滁州？请问这是河北新疆吗？请问这是天津吗？请问这海底是不是甘肃长泽？请问这是来广州青云？请问这儿是不是四川成都？我应该是第一次来温州看演唱会吧。 Is this London? Is this Paris? Just tell me, this is Kuala Lumpur? 请问这里是不是香港？我们哇哇迪龙龙哇迪达我回哟，你是新加坡？请问这里可是云南？究竟这是海南？你是纽约？下一首你说哎呀要不拉出一家四东开好吧？美国的音乐结束了，你想我哭啊？你是说了多？Is this Sydney? Is this Melbourne? 就在你们新西兰哦。请问个大是不是浙江杭州？我再问哈，那边是不是最牛皮的重庆？请问这头是不是洛阳？再问一下子，这块是不是江苏镇江？这大是不是山西太原？解答行不行？好跟海门现在是晚上九点半。跟我开玩笑吗？请问这里是不是辽宁大连？那我再问一广，你们咋是不是青海西宁？我你是不是湖南三省？请问这里是不是江苏徐州？这里是不是跟当花桃？我再问一下，这儿是不是内蒙古呼和浩特？请问这儿是不是北京？好，可请问这里是不是广东省？请问这里是不是江苏苏州？